好上加好，技艺修精，不到这底永远不停。哎，我老伴那当时没有告诉我，我也不知道，就过了那个时候了，人家说人家亲戚。反正累了休息，不累就干，口渴的喝茶。对我呢，没什么，我出去不工作干嘛呢？怎么做事啊？所以在座诸位，这就是你们的重要任务之一，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，使世界文化更加光辉灿烂。哎，我这一百年呢，跟共产党是同一百年。一百年那个知识分子怎么走过来的？那个百年梦，我不写就没人写。莎士比亚哦，我不翻也有人翻，是吧？那个不还不要紧，因为像这样一百岁写东西的人不太多哈。那个就我走了嘛，就没有人，就没有人再写我这个历史了。